嘅以后行政外文两丁图因此神感尊王阿爸意志神等正当为皇上效犬马之劳愿我何万岁万岁万万岁终于嚟到呢一日啦在未来六十年间就必定效法皇马竭尽全力创造大清盛世乾隆二十七年，藏族安抚至新罗郡一不满清政府，要金川白发服侍。启奏皇上，川陕总督张广士大学士立亲日前，首先带领前往金川平乱，如今皇宫于前线失利，进了失败。岂有此理！张广士立亲办事不力，拖累军情，军法处置。皇上，乾隆方系无仇，前线将军被斩，请皇上立刻令命粮尽，剿清烟囚。朕深思熟虑有情。大学士顾文卿令，朕将此重任交付于你，命令林经理领征兵三万五千人，务必彻底平乱。臣领旨。数月后，乾隆再次上朝。皇上，微臣此刻已经逆贼剿清，咁啊，逆贼沙俄军应如何处置？我已经立下大功，朕定当重赏。此沙俄军本应处死，但朕不想广尽杀绝，欢迎佢系管治金川有力。就勉强成，低个脚做金川土司啦。皇上集新人头，实为大清之功。好啦，开始啦。开始。全纪南钦差大臣再见。微臣参见皇上。朕命令文革秘密调查文件有何结果？回想皇上，但愿百姓都称赞皇上的功德。哈哈，必定集合朕多次十场之阵，全部获胜的十全武功。皇上所言甚是，但微臣亦劝问一啲汉人都不满人长征的言论。皇上，反清反清，汉人净识反清，朕一定要好好惩治翻汉人。屌啦！臣在，未知皇上有何吩咐？只要大清有关，学生支持甚多。朕认为有整理天下消息之必要，朕唔命令收集天下消息，编制成书，谨记。如当中有八位大清嘅，一概销毁。臣领旨。编制四库全书历时超过十年，虽然有助文化发展，但编制期间因为大量批评满人当政嘅书籍，呢啲禁书亦都难逃今次嘅文字狱。虽然乾隆早年施政对国家发展有莫大贡献，但晚年宠信贪官彭实无心，又好大喜功，令鼎盛的清朝渐渐走下坡。朕管理天下多年，尚可休息一下。力谷博尚书扩建圆明园，更加投入西方建筑设计，仲要在避暑山庄增设到35景。臣定当合皇上心意，完成建设。皇上，现时国库已经所剩无几，大不如前。皇上，余下银两必须慎用。胡说八道！朕执政期间政治清明，国库充实，朕花费少许银两于玩乐，有何不可？皇上所言极是。哼，两位大人实在太杞人忧天了，公布上书，照办便可。是微臣愚昧，望皇上恕罪。算了，朕想起来都可能和江南有关。皇上最近风和日丽，而皇上成日忙于政事，十分劳累，是很需要休息一下。朕正有此意，知我者莫若和蔼卿也。乾隆之后六次下江南，主要为了笼络人心，官派水利，亦曾经炫耀国际，行程极为奢华。朕今日与众卿间设宴座，实在高兴。哈哈，朕今日视察白宫学成馆，此日十分顺利，水利工程进展不错。民众都感到欢迎，可见朕的德政深得民心。哈哈哈！皇上所言极是，稍后为皇上安排了入世宴，行程十分之紧张充实添。唉，皇上游江南呢套又话搞唔上，嗰头官员有到手骨文才嚟下境，
皇上，要我哋百姓点样过活啊？将军，皇上如今时常外游，花费甚巨，南游所享用嘅皆由百姓付出，影响民心。你话咁样点算好啊？皇兄嘅留兄，如今和珅把持朝政，即使我哋向皇上求救，亦都被和珅保护，忠良性命都岌岌可危。我哋只能够忍耐一时，伺机反击和珅。唉，唯有系咁啦。龙年是已过，呢度系龙民，龙神圣王作为今次和珅做嘢嘅老臣人，所以就唔相信为了和珅点名下，并佢为太子。你系我嘅大师，就唔注意，就发生一项明显天作错，无辜咗身为陛下。Thank you.